多的，就是生活中的喜怒哀乐，就是可以抒发自己的情绪。说我的编舞灵感会来自于我生活中吧，无论是什么情绪，我都可以把它编入舞蹈中。以前我觉得它只是可能就是一个兴趣爱好，但是现在慢慢开始，我觉得它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。除了跳舞以外，然后比较喜欢旅游，还有摄影，还有 P 照片，可以了吧？P 照片，其实我也有去尝试过，比如说学那种声乐啊，就是唱歌什么的，我都会尝试。就是人生，我就还是觉得蛮重要，就是什么都要尝试。人生嘛，就是你很多你没试过的东西都不要，就是不敢去做，就是勇敢踏出这一步，我觉得是蛮重要的。就是无论是什么都行，就是只要你想的，你就要去做，你不要害怕。如果你不去做的话，你就不知道你是否成功，你是否失败。那如果你去做了，你可以有可能会发现你自己的另一项特长，我觉得这一点蛮重要，开发自己嘛。我觉得就是，我觉得一舒适很重要，舒适肯定是第一点，还有它轻，我觉得轻这一点是很重要的，就是还有它的防滑。你知道在跳舞的时候，因为不管它是什么地板，当时你就是你们大家在一个教室里面的时候出很多汗，它地板就是你不管是什么材质的，到最后会变成很滑。后来就是现在对鞋子还蛮挑的，就是会比较在这个滑呀、轻啊，都还蛮重要的。对于我来说，就是以环保为主。比如我现在脚上这一款 Vapor Max， 就是我觉得就是个人感觉会比较就是以环保吧，它可能就是以一些来自于一些生活中的废物，然后把它做成了一些可能关于它鞋子的前后脚，然后它其实穿起来也是舒适度也很高，然后比较轻，对于我们平时运动脚底的那个弹性都是非常好的。